like the coffee by my side. Kinda tall and bittersweet. A little sugar on the side to make you feel alright and a hope for me. I like it when you're strong, but I like it when you're not. It's okay for you to chill. I will love you still. I will always be around. Every time I'm with you, I just feel so alive. I love the memories I have with you. It makes me smile. I call you coffee, so I'm not that obvious. Cause I love you, whether you're bitter or sweet, hot or cold, I love you. You like the coffee by my side. I take you everywhere I go. I look for you if you were gone, but I know not for long.沙大兵，宋大兵。Or a button press, you come around. And if you need me, I won't ever be far. I call you coffee, so I'm not that obvious. Cause I love you, whether you're bitter or sweet, hot or cold, I love you. Angels law. Out of the way. 画家饮酒出发。With a music, music in the school. 画家在画我，好有鱼有龙烟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有点，有一点点像。这周末我们学校有一个线上的career fair，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一些实习的工作。好，哦，这好难对焦哦。Hello， 今天我要染头发，然后我今天去买了这个颜色，因为我不想要漂我的头发，我怕就是太多伤害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非常鲜艳的颜色，然后就是直接染。嗯，对。我觉得只要你彩料最红的，你能有颜色就挺好的。从底下吧，就是它好像是这样子，先把上面的这样，然后先弄下面一层。这样，红色，好红啊！但是我觉得这个红应该就是会稍微显一点色。我
施华蔻，但我之前用的染膏是欧莱雅，花王的也是。嗯，但这里买不到花王。我前两天自己剪了头发，然后本来它很长，大概到我肚脐眼这边，然后我现在把它剪到胸口。就把分叉全部剪掉，感觉洗头都轻松很多。趁现在等待的时间呢，我给大家安利几个洗发水还有护发素。第一个，这个我用了很久，然后我用过它不同系列的，这个叫 Eucerin， 它也是一个好像是德国的牌子。然后用它的时候就是头皮会很干爽，就不会就是油头，因为我是那种干性头皮，然后配这个就真的根本就不会油头，大概我可以三天不洗头，然后也不会觉得很难受。然后它味道也很好闻，就是那种比较清爽比较干净的那种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用完的，这个就是摩洛哥的那种，然后它是那种比较网红的那种洗发水，就基本上普通的超市国外的都能买到这个，它叫 Argan Oil of Morocco。 然后我之前买过一个白色的椰子的那个系列也蛮好闻的，然后这个是比较清爽一点的，这叫 sulfate free surfactant， 它就是比较适合干皮干性头皮，然后它闻起来也是那种比较清爽型的。其实我是不太喜欢用那种特别特别香的那种洗发水，我喜欢用比较清爽一点的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我马上要用的这个，它是 Goldwell 的，这瓶好像还蛮贵的，然后它里面有那种 color protection 的成分，就是可以保护发色，然后就适合我刚染完头发，等一会儿就要用这个。然后护发素的话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，也是施华蔻的，然后我觉得施华蔻护发素就是非常滋润，然后我一般都把护发素当发膜在用，就是先洗完头，然后上这个护发素，然后发尾整个要上到，然后把它用这个夹子夹起来，然后中间我可能洗个脸刷个牙，然后顺便敷个面膜，大概就20-30分钟，然后我再把它就是洗掉冲掉，然后头发就会非常非常的顺，就是这样啦。然后现在我们家门口在施工，真的每天吵到我要崩溃了，然后打开窗你们感受一下。Hello， 今天我画了一个比较日系的妆，因为晚上我们要去吃学校的毕业礼，然后今天是我染完头发的第一天，给你看一下我的发色。就是在阳光下会比较红一点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看，其实还是蛮成功的，因为我完全没有漂，然后这就是完全就是我想要的颜色，比较深红，然后又有一点点偏蜜棕棕的那种颜色。我还是很满意的。然后今天要上两节课，做一个小组作业，晚上我们宿舍的人会一起去吃 BDS。